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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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胸牌。好。我到门口就碰到他们两个了。叮咚叮咚。哎哎哎哎，谁拉住了？哎，嗨，班大哥，哎呀，进来坐，进来坐啊，进来坐，还有谁啊？哎，没有了。哎呀，亚妈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见面了啊！你们怎么不坐啊？我没睡觉。这谁跟在睡觉？本来想睡觉的，然后你们来了，我就不睡了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这个是小乔家班大哥啊。嗨。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先啊！一起去吃大餐。对，大餐不知道，反正有很多菜，那个我吃不了。为什么？辣呀！辣的才爽，辣的就是这个味。对，那我们先去拿吃点东西啊。Hello， 哎，什么舞蹈？好，那是的嘞，舞蹈。就是的嘞。哎，我们来到了那个巴布瑞的创作人之夜啊！你看，这里，这个庞大刚刚没带抽水机，不敢带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要怕吃完凉了。你看，新娘也来了，啊，小木，峰峰，哎呀，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啊！来。这个是博光的，他只看到了，没有看到我们。这个人，我希望是可以看到您的作品，也深受鼓舞。最后，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些喜爱您的朋友们分享？其实我在每次参加西瓜视频的活动当中，我在现场都特别注意观察，每次观察的结果。我样鸟同行，关注龙哥不迷路。掌声有请搞笑领域创作人一鸣探险家，他用独具的创意和想象力满足你对生活所有的好奇心，用硬核的视觉冲击为粉丝。感谢老飞带来的精彩演出，请台下稍事休息，谢谢。